2月2日，天后容祖儿出席在香港时代广场举行的金龙醒狮贺新岁庆典，捧着金元宝与财神爷肩并肩，为新的一年祈福，祝愿生意兴隆。利是低少少，利是低少少，利是一样啊！多谢多谢，多谢中家，好啦，准备。阿周爷，周爷，有手臂，有手臂，有臂，有臂。今年是容祖儿入行10周年，届时会和歌迷、亲朋好友等一起庆祝，公司也会出唱片纪念。今年其实有很多工作大忌，也怕时间不够，但是我会尽量的做。今年是入行10年了，所以我觉得要一定要很大型的庆祝一下。跟我歌迷啊，跟我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庆祝。